这就是往事乐土烛火十三音节的故事。往事乐土是烈火，七夕是幻影。好啦，冷静一下，音节们的谢幕必须盛大而壮丽。我们在世间留下的足迹，终会在未来的某一日成为另一个人前行的灯火。谢谢你愿意记住我们的名字，我们就得留下一个比历史上更棒的结局了，一个没有任何遗憾的最盛大的落幕。